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。同修阿弥陀佛，我们继续再来讲水星。好，水星是有流水星，流水的形状，由高而下，山脉弯弯曲曲的，弯弯曲曲的，就是水星。啊，一叫回龙固执，转过来也是水星。山脉山极限弯弯曲曲，起起伏伏，像风浪形的，好，风浪形也叫做水星。像这个哈，好，山脉就是从这里下来，这叫水星，浪形水星，这是大贵。出大贵的龙，大贵龙，好，大贵龙，这种出来的人头脑很清醒，头脑变化很快。好，我们在大陆很多很多的那个山形了，哇哇的下来了，太行山山脉，太行山的山脉呢，一路走来都像浪花浪形的水星。所以我们在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，我们中华民族出了很多圣贤，也因为我们的山形都是起起伏伏，就像浪花，就像呢龙腾虎跃，这个是龙就腾起来，这虎跳下去，虎跃，龙腾虎跃，龙腾虎跃，龙腾，这不就虎跃，好，再跳过去龙腾虎跃。在日本也出了很多的名人，日本的山圆脸的，圆脸的，所以日本人不会很胖了一下，胖了很多不会。啊，那么那一些摔跤了，他是特别的特别的嘛，那不一样的啦，啊，特别养的嘛，特别培养啊，好，不然日本的山形呢，好都比较缓。啊，日本人呢，啊，长起来就看了，比较，结实型形状，和山形有关系。好，啊，还有浪花形，浪花形的水星，浪花形，流水形，浪花形，浪花形呢，就像啊这种山呐，好，远远看去一层一层。浪花形，好，浪花形是微暗，好，在这边向过去，向过去而已，好，不做，他不做，只要作为坐山呢，好，除非这浪花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山，很大的山。好，除非有很大一个山起来，才为浪花可做，不然大部分呢，好，浪花好为暗，为暗出富贵双全，为暗浪花也是千军，也是万马，也是千军也是万马为暗。
好，我们这过去出去南浦上面那里有40万公墓啊，好，那写前面哇，千军万马，很漂亮哎，很漂亮，那是为岸，它不为靠，为用，啊，浪花形的岸的为用，为应叫为用，为我所用，为应来相呼应的，就等于像一个那个主帅在台上。下面哗，那一种形态了，就是浪花形为岸。好，再一个呢，像尼加的瀑布，它是金高玉金角椅形的，金角椅就龙螺形，龙螺形呢就是像这样。好，金角椅，好，好，金角椅，那这起来就变成这样。那金角这个山脉一直下来，啊，金角椅中间坐了这个人，叫贵人，贵人登殿，好，就是贵人登殿显，中间这个是贵人，也叫做慈楼，这个叫做龙楼，龙楼。而是龙楼凤阁，龙楼凤阁，这龙楼凤阁的形，弯弯弯弯的这个来啊，然后落一个山下来呢，这一个叫做贵人登殿，也叫做慈楼，慈开着罗，啊，下殿，慈楼下殿。啊，这个叫皇帝，啊，叫皇帝帝，皇帝殿，这皇帝，好，皇帝的帝，皇帝帝的那个宝穴，这叫做水星，叫做水星，在着陆那个地方呢，啊，我下午看了找那个这。相片出来的话，你们看了哦，原来是那么一回事。这就龙楼凤阁，哈，贵人登殿，贵人登殿，慈楼下殿，或者皇帝帝。那我们天坛向出去，有一个，这是贵人，慈楼下殿。来拜老祖，你们下午回下去天坛外面看着对面的山，好，这没有讲，您也没有去注意到，好，那是一个贵人慈楼下殿来拜老祖，是在10年前左右嘛，我们啊再把那个穴呢。好，把这个穴打开的时候，我们就告诉人七哥，这个有一天，啊，皇帝要来拜老祖，啊，现在就是总统嘛，以前皇帝嘛，要来拜老祖，因为啊，一个贵人慈楼下殿来朝拜老祖了，啊，这就必总统、副总统一定。要来拜，来祈求，啊，我们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啊，这一定会的了，啊，所以地理有什么样的形态，啊，都完全
啊，能够相吻合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啊，比如三行，这三都落下来，啊，后面很多山，啊，这假设说平地过来的时候，啊，那么一定要有一个主山，要特别高的主山，落慢下来，落下来，啊，这里呢，啊，这一个。木星要木星，为什么要木星呢？我这边是水星，这木星水木相生，水星木星水木相生，那么这个穴呢就会坐在这里。要坐在这下面来，就像一个贵人坐在这里啊，周围呢都是山环抱的，像金角椅坐的。啊，昨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跟郎师兄说，我们一个月啊举办了一天外面现场带你们看一看，下一趟呢就带你们去看慈湖，慈湖。啊，慈湖和金国先生的啊两个么灵琴呐，一个孤音，一个寡阳。啊，老总统是寡阳，啊，我们的金国先生是孤音，说孤音不生，寡阳不长，很可惜。这个也许也是我们全民的共业，全民的共业啦。好，我们不能怪在啊老总统他一个人的身上。好，我们也不能完全怪在蒋家的身上。我们只是要检讨，应该是全民的共业，全民共业。啊，所以我要带各位去看，你们要不要去看？你好。你好。啊。慈湖啦，还有那两个穴以外呢，还有其他我们值得我们可以去看的穴也有啦，我们再安排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这个呢，现在台湾要找到这个宝穴很少，这个不是很小，哦，很大，有的好几十公里哦，好几十公里嘞，这直径应该有时候好几公里的范围哦。不是那么小，啊，中间有一个山下来的，在下面。如果这个呢，想尽办法也要去把它埋起来，我们大家来那边当皇帝。啊，哎，这我如果在大陆让我看到了，我就会把它买下来。好，哦，买下来以后，我们可以到那边，哎，老了在那边多个。哎，今天你的胡子长几公分啊？啊，明天换你看你长几公分，大家在比这个胡须长得多长。那么我们师姐们要比什么？啊？哦，比白头发，或者要比这个蚊子夹的越多，苍蝇比的夹的比较的越多的。啊，什么比较好啦？啊，我们希望呢，在大陆有一些好地点，啊，一些宝地点，啊，我们有一年，我们来帮他保护。我在山西大同，啊，山西大同呢，啊，太远的地方，看那一个宝地，确实是宝地，啊，差了一大截，差了一公里。不然就不得了，啊！不过那盖起来以后看了还是不是很好的地理啊，
还是中上而已啊。水星，这种水星啊，昨天我们看到啊，那个豪言的，顺道这个机会跟各位讲啊，啊，这是五曲的五曲星，啊，这个山呢哈，这是表示三极线。好，假使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边呢哈，我们在这里立个像，要像这边的话，你看这个地好不好？这个房子盖在这边，啊，盖在这边。你看这个地好不好？这会晃光哎，好。你看这个地好不好？以后如果你们看到圆脸的，这里有山，啊，这山中间一颗珠呢，这是九龙抢珠。啊，九龙抢珠呢，你们最好不要，因为你看到前面有个山把你挡先挡住了，没有你的份，敢当眼，啊，敢当眼，没有你的份。这个房子昨天下午看了，如果朝这边，100%是不对，100%抢不到，在中间。那么最好的在哪里呢？最好了，这个你在这里水就这么来，而你在这里你朝了这个岸，这是100分啊，因为这里的山呢，大家的比这个山好，这个山呢已经帮我们助阵，这个力的帮我们拨过来，拨过来的。好，这个是前面水的，哇，这个是黄河将相。这是最好。所以你看到一颗山，哎呀，那么美，中间的一颗山，我告诉你，你在外面看了眼。啊，你根本一点莫可奈何哦，所以昨天我们去看那个上面盖的被踢掉了，他就向着那边去，啊，那又不合理了啦，好，不合理，好，好，那昨天呢，啊，你们注意前面如果有这座金星，好，也是五曲星。若是你有这种地的王侯将相之地，好，这金星为五曲为用，好，五曲为用，好，那么有旁边有山，旁边都有山呢，就举荐推荐，好，你会碰到啊人家推荐的贵人来相助为岸，懂吗？啊，所以昨天呢看起来两个一个对照，顺便告诉过一下哈。好，我们再来一句话，叫干龙中脉络。
只要有中脉络啊，主要穴也都是中脉络，绝对不会跑到外面去。跑到外面呢，是一个护华，外面是守护的护华，而里面呢，是指这个主帅。像昨天我们带各位看的哈，这边是东海。这太麻里啊，这叫干龙，只要叫少主山，少主山啊，你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到这边来，转过来呢，起顶，起个起顶，叫起顶，起顶，好啊，起顶中间就弯下来了。到这里呢，大家往拼命往这边去寻找这个穴，往这边拼命寻找。但是他的，你走你的，开始展开护卫。这里我们的落下来，我们昨天有到亭子这里，开始展开护卫主要的龙穴。好，只要龙穴呢，主穴主要的主帅呢，就往这边落下来了。他不会在上面风吹雨打。啊，露宿风霜等等就不会了。好，他不会走在危险的路上，啊，不会像我们319了，啊，在大马路上呢，大摇大摆走了，被偏，不会这样，一定走得稳稳的。好，他就这里，哎，叫个起顶，叫这个叫干龙，这个是干龙，这是干龙，中脉，中脉它落下来了。开始结了一二三，告诉他结一个营，二营，三营，到结合到最后的一个营，这主帅啊，他就坐在这边来。好，这是干龙中脉络。而、啊、他们的穴，他不会只要穴，他不会到太麻里来，不会到这里来。为什么不会到这里来呢？这边海风。扑鼻扑面扑鼻风扑鼻扑面啊，扑面扑鼻的这个就不是指主帅，这个是外围护卫，外围里面外围的护卫，好，护卫这个主线，他在山中，好，外面战争了，好，外面这些好兵将啊，兵将呢，他们在外面守护了，原来的在这守护了，好，那主帅他就在这里坐着坐镇，啊，坐镇的前面这边又有狮子来朝拜，好，这边又有狮子来朝拜，金狮朝北斗，啊，你看天地他的造化很妙哎，我有时候很喜欢出去，啊，也在坐了一下，哎呀，赞，下一次。下个，啊，我们上课一阶上课，会带一大早带他们去看对面往下看。我们也请班长哈，那天准备了，好，各自带四位，好，你们有开车子的各自带四位，好，大家呢，好，一起跟第一届的师兄呢，到最高五黄旗山往下面看万马奔腾，万马奔腾那个穴。哦，上面有一个宝地，一贯到了，他们已经啊道堂在那边修行了，五黄旗山下很高的地方。
好，万马奔腾。啊，你们昨天很有福气，去看到啊，干农做麦肉，啊，干农做麦肉嘞，啊，这个地点呐、啊，啊，确实很少，而且它叫做真正叫一个叫连珠。连珠穴，练我一个珠、两个珠、三个珠、四个珠啊！连珠，连珠穴，所以他那是道场啊，好几次呢，啊，他们心呢有那个想法，希望占为己有的时候，开始族里面开始压过去啊，开始呢啊又不平静。不平静，他说：“好了好了好了，要奉献出来给道场、给佛祖了，又平息了。不然的话，很多天龙护法会借他们身上互相斗、互相争、互相吵，没有相互相打，没有了，没有打啊，这已经不得了了，上天所留的。好，啊，那连珠穴又是干龙中脉络，又是道场。”又是金丝朝北斗，这种穴很少，穴很少，哈、啊，啊，我们啊水星啊，再来啊，水星过来连针，我们是五黄，这连针啊，连针呢，就戊己。戊己，啊，是中宫，中央属于土，啊，属土，啊，等于说我们一个山这样来，一个大大的山，那么是里面呢，啊，山里面也有火星，也有木星，也有土星，也有什么星，都有了，乱七八糟的各种都有，好、啊，也有金星，也有木星。也有木星，也有水星，也有火星，哈，里面的一个山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，但是里面的哈有各种有帮说出来有这个角，好，所以这就是连叫连真星，啊，又不是很圆，好，有个形状不等形的连真。连针图变化不一，哈、啊，金木水火土啊，哈、啊，也有土星，也有土星，凡是什么都有，杂家，啊，杂家皆有，金木水火土双煞作几种啊，叫做连针，啊，连针星呢？就是变化不一，晴时多云偶作雨，现在高兴，等一下可以不高兴，等一下不高兴，现在可以也可以不高兴，所以这个你抓不到他的心。若是坐山为廉贞星，出的人呢、啊，会将国家卖掉。廉贞星变化不一，你也想不清楚。你向着廉贞星，你所碰到的人就是真的是杂家，碰到的人呢、啊，啊，奇形怪状，防不胜防，啊，那再怎么样你也没有定下来。那么背靠出的人呢、啊，也有木型，也有水型，也有金型，什么样都有。那么他的思想，背山是主一个人的思想。自己本身的思想，他的思想呢，千变万化，啊，也就是说春天呢，后母面，春天熬不化面的，春天呢后面随时变，化变就变，你也抓也抓不紧，啊，你也莫何奈何，防不胜防，所以我们看到有这种人的时候，啊，后住家后面连真心的时候，你们跟他交往。好，你们要相当有把握，不然我们还是敬而远之。
远自在旁边看就好。阿弥陀佛。